今天感冒了，有没有好点？好多了。咱你知道为什么我感冒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一见到你就完全没有抵抗力。哎，咱我们玩木头人不许动吧？我不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肯定会输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看到你会心动。好土、啊。好土啊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干嘛要笑啊？你为什么要？哎，你这个特别像那个偶像剧啊，台湾偶像剧，偶像剧啊。哎，你都不问我要喝什么？哦，你要喝什么？我要喝过你。哈哈你闻到什么味道吗？哦，没有哎。那怎么你一出现空气就甜了？我最近想换一个造型啊。什么造型啊？没有你不行。哇哇哦！可以。听说你前段时间感冒，好点了？没感冒。好点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感冒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一见到你就完全没有抵抗力。哎呦！我一定下次会在你出之前抢先。哎，咱我们玩木头人不许动吗？不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肯定会输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看到你我就心动。哇，好浪漫。17,728，一万一，二翻倍27次之后，得到的答案便就是13,000。不好意思，是二翻倍变成四。不好意思，这个。收养了我，教我们习字习武。